今天的活动，经过树林花馆，首先。
间感谢基本单位为咱中华民国一贯的总会，以及台湾政府会，以及台湾县政府及协办单位完成中工作，让我们事业成功，以及基本上中心单位以和县人就职爱心会的角度要有经济部委员会的理由，全体部委的前些人尽心尽力的努力，将这位四川国语台电公司甲东方电力会议电力不断的增加，大家拢见证一个月子。
最后
一个数，这是公平的。咱来说呢，一般都，那么多钱呢，一分钟的两百，两百。现在你台湾来讲，是一个。
一贯的信
Thank you.
Gracias.
Thank you.
这贯科里面上面上面以过去到今仔的一直都都是扮演这扮演的这个角色。那么话如果呢，近年来那一点啊，爱上付出的啊，贯科的技术呢，都有人啊，里面一些更加好的哦，更加好的在这里面呢，简化一些这些产品。Thank you.
天高之下，万国轩天 ，A 度国泰之和谐啊！欢迎我们下届河南的人，的国旗国花，坚持的理念啊，也代表下今天的家庭家庭和谐啊！他总是。